我觉得韩国瑜可以吸引到郭台铭的选票，还有侯友宜也可以。可是主席也可以。我你讲了，我叶元之冒号克韩佩也可以。没对，我只是刚才讲了。假如他有讲，没有，小编本这样，大家有讲，小编克韩佩，假如民众党也可以。有讲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能不能跟韩国瑜合，或是能不能跟韩国瑜配，关键的钥匙不在民众党，在国民党。所以你建议我跟韩国瑜配吗？我非常认同。怎么样？对吧？是这样吗？对，原志还在讲那些有的没有。全力支持柯美兰。在这个摄影棚，在这个摄影棚。哎，他是真的要支持啊！你要确定吗？你要确定啊？你要确定这个摄影棚？